欢迎蓉蓉来到福气小姐姐，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车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蓉蓉，我本职是做茶文化推广的，同时呢，也是名国潮版 H6 的车主。果然非常气质，端庄优雅，大气内敛。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这样的职业呢？我呢，从小就对传统文化啊特别感兴趣，在讲茶文化的时候啊是非常快乐的。现在很多人对茶文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，你是怎么对茶文化这么了解的？水为茶之母，气为茶之父，相互配合才可使得茶汤有质感，滋味更饱满。这可能啊也是传统文化吸引我的地方吧。 H6 国潮是哪里吸引你的？我一直呢是一个支持国产的人，无论外观设计和颜色上都很有中华文化的元素在里面。龙腾式 LED 智能大灯，凤羽流光 LED 横贯尾灯，加上内饰凌波超感炫彩饰板，这很国粹啊，所以我就喜欢上了。平时休息的时候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呢比较喜欢古代文人的生活，为人十大雅士嘛，焚香、对弈、品茗、听雨、踏雪、后月、浊酒、试花、寻幽、抚琴。我们一方面要保留内心的静，另一方面也要追求肆意洒脱的生活。